2013年结婚后淡出演艺圈，不过他平时仍然常常会在社群平台和大家分享生活近况，亲切和网友交流互动。他也常常会在 IG 分享参加活动时和名人同框的合照，最近他就惊喜po出和英国足球贝克汉的合照。只见照片中的他放下一头飘逸长发，身穿米色上衣和长裤，外搭帅气的米色西装外套，一旁的贝克汉身穿白色上衣，搭配条纹长裤和西装外套，俊男美女的高颜值画面相当吸睛。另外引起网友讨论的是，47岁观影模样非常冻龄，样子完全不像实际年纪，还有人直呼她在贝克汉旁边看起来好像小妹妹，大赞她好冻龄好美啊。